就去上路吧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嗨！别开枪，刚刚是他救了我们。别紧张，我没有敌意。小哥哥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，作为答谢，这把信号枪送给你。哇，这么大方！干嘛？真的要把信号枪给他呀？哥哥，你的空投，那是你的空投。哇，空投！哇，他也是在快乐天，这空投也太飞了。小哥哥，你的空投。